我奶83了，她最好的闺蜜也要过80大寿了。我奶让我爸妈准备套难忘的礼物寄给她。可怜见着能要一万？你打开看看，老多花样了。好，我爸见到赶紧给我甩哟。我想过你俩不靠谱，我没想过你俩如此不靠谱。人家过大寿，你们50上老大换棉裤了？咋的？福冈那边困着呢？过冬棉裤没卖的？爸，你坐家里给人现挠的呀？东北时尚到福冈呆叫本儿。你那个破嘴随你傻爹了。这棉裤质量老好了，一红一绿，他老姐俩一人一条，奶奶还说这花纹时尚呢。啥味儿啊？谁家猫笼冒烟了？你爸爸刚学会的腌酸菜，寻思给奶奶借点尝尝呢。呀呀呀，可能有点嘚儿，这带啥得了？逮叫补，我爸讲谁咋干了？那都腌臭了，还搁那逮叫补呢？爸爸，你清醒一点，这玩意儿进不过去，拿走。第三样里，哎呦我的妈！我和你爸把这段录下来了，给你奶和奶奶的闺蜜祝个兴。逮叫补，你又逮叫补？最近换季我脸敏感着呢，你上哪逮叫补？让我先把脸洗了再说。多亏带了洗面奶，这洗面奶好用吗？我看你一直用这个。好用啊，这芙丽芳丝精润洗面霜，它是高浓度氨基酸表活的，很温和不刺激，真正的氨基酸洁面简直棒棒的。你看泡沫也这么丰富，特别舒服，洗得干净，肌肤也水润润的。行了，下回你俩的不靠我的事少干啊。お前のスピンプで最後のサプライズ。啥玩意儿啊，老舅你在这干呢？你爸寻思让奶奶的闺蜜跟奶奶一起学游泳，这样有个伴儿，可以给他俩一人准备了一套潜水服，他俩穿上大概是这样，咋样？啥玩意儿啊，你们这么大能不能靠谱点啊？无路了。哎呦我的妈呀。抖音。